其实我上传跳多少？2000 我想在，其实我还蛮想在网上加高的，我觉得2000，可是我家上传最高也到死字，也就到死妹而已啊，呵呵，所以我上传加不了，呵呵，难过。如果上传至少有3000的话，我就可以开60 FPS 啊。不是这个。好好啊，哦，他会分身讲话，太猛了。这是无线扫描器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就这样用，还真的赞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解主线吧。这个是 Nata，希望没有念错。对，OK。封印古墓。我音乐声把我的电流之声盖掉了，太好了！我刚刚稍微检查一下那个 VOD，然后发现，等一下，想偷看。哪里口嘞？哦，衣服。哦，原来是衣服。啊，要有水哦，好不？我慢慢游，希望不要遇到其他怪物。上面哦，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。说他那个空战系统改变过之后有点不太习惯。我设计过，我怎么可以换弹夹？对啊，还是要 open。闪了，这样 BGM，我这样 BGM 的声音会不会盖到那个？希望不会啊，因为 BGM 的声音超难调的。我在下面，这都没有人嘞。在上，对，在下面。虽然我也不太希望可以会遇到，难怪没有人。就是，这是破坏吗？还是保护啊？看起来像保护哎。保护的话就知道，难怪没有人。还是保护啊。防御啊，什么保护？居然是打防御。人出来喽！我就哎呦，
生态岛。两边还有，上面，下来，还在后面。波数完成，干我知道这个要换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我要换方向，卡住了。No no no no， what you doing？Panels。旁边有，旁边有，我听到。哦哦哦，电电电。应该就是旁边这边了，后面还有，但是先回来看一下，这边安全吗？应该是，就可以一边射一边电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波数完成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在后面，OK， 啊，这附近没有怪，要不然就可以连锁。另外一边有，另外一边在另外一边，在那边打屁打，该死了！下一波在哪里？是我没有冰刃，如果有冰刃的话，就带冰刃出来了。要不然冰刃的话比较方便，对不对？冰刃才可以防御啊！我自己一个人要守十波，好累哦。还有哪里在射、啊？这边。冻住不许走 ，OK。有这个，冻住不许走。哎呦，没听到。浪费一下多电一次，轻砍三下，下一挂下一波呢？
莲花姐的恩怨情仇。哪边呢？他哪边偷射啊？这边只有一只啊，没有连锁到啊。后面哦。哦，还有你，人呢？这也有，后面，OK， 哇，自己跑去撞哎，干什么啊？后面有怪，后面有怪，我看到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有那一只麻烦的在哪？对，干，他插吸我武器。刚刚这边有冒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捡到。妈的，打完了吧 ？OK， 下一波在哪里？隔壁，不是，对面。哪里啊？上面哦，上面，对，刚上面也有的时候干什么？对，哎，也延迟射击，哪里？对，看又来那只库伯的，哪里？在哪里？对呀，不是不是，另外一只他在哪里？在最后面，在这里。过不去。Most intriguing, Lotus. Do you two have a history? 看我刚没有很仔细看，我现在在赶路。还好我有开实况。哎呀，悠哉悠哉走过来，我的，有一只会操纵狗的，在哪里？哎，对，看到了。狗刚刚在干嘛？死了吧，死了吧 ！OK， 下一波呢？
用希巴利斯比较好。既然要练的话，算了吧。要练的话就用这个就好。电死了。没有电。哪里？下面。What the hell？ 说我每次都可以把步枪当狙击枪在用，哎，干什么？还有库珀，狗狗。狗狗那只主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，哦，好悠哉哦！这狗超丑的，没有。我觉得狗没有装护甲，看起来怪怪的。上面。装个子弹装弹了这么久，哎、欸，有人在射，有人在射。又来了，哪里？从这里来的？他躲在哪里？先打看得到了，在那边我看到，怎么没子弹？还说被收走了？是被收走还是没有子弹？好的，还有，没子弹，后底线。哎、欸，我开到这个，开到进站了。匕首戳，来吧，匕首戳。好的，匕首戳。让带火女也好一点，冰跟火都比较好一点，都是可以大范围清关的那一种。莲花解身是之谜。对，两只。Oh!
完成了。OK，两张，这算破破的吗？还是普通的码的？普通吧。Natar, Lotus, you cannot hide this past any longer. There are gaps. I had my mission, and I have completed it. All but the last sequence. Oh. Destroy the Tenno. The war was over, so I did not live in the second dream. I could not destroy them. And yet, you were born to. So tell me, what made you stop to reject your nature? All missions to the origin system required a sacrifice. Me and my kind become barren when crossing the gap. Until I destroy her, now I am the Lotus. Now I am the mother. Good. 我打错了，抱歉。我发现我直播名字打错了。逐日。What the hell?然后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我名字打错了。编辑咨询。这个我也改一下。好，鼠怪怪的。然后我现在话说有点怪怪的，烦躁。表白。那他。接下来呢？这个接下来干嘛？哦，今天有一封信。哦，所以接下来去打 BOSS 的意思吗？还说要先把那个东西做完，看一下是要先做完还是要先装备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特殊功能槽连接器。哦，完成了，还有动画。虽然说这个动画做起来没有感觉，没有很那个。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众所期待的第二场梦来，好快哦！原来主线解这么快，这样个用墨都乱配。这个我帽子都乱配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配什么，配我想配的就好了，全部都塞辅助类的。我练满之后，我可能会先改回去我那个吧，希巴利斯 DX 希巴利斯。
后这个斧头，哇，我只剩那个斧头可以用啊。对不起，斧头要等到我那个抽到龙套的时候我再用。这个我做了。可是要做龙要一个那个欸，电人的头，还有咖喱棒。Mac 我有，这是头盔。然后这个我也有了。这个我也有啊，这我也有啊，这我也有啊。OK， 米尔，哇，是说任务就这么解完嘞？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那我现在好像没有可以练的主武器，这把吧，也许应该是这一把。哇，等一下要开格子耶。因为我有点想先把某些武器留下来，因为上次卖掉一个的那个。听说之后是可以升级的，我觉得有点懊恼，就开一个吧。没关系，反正一千白金都花下去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第一个换的近战武器就是那个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这还没升级过哎，真神奇。我想一下哦。他现在是穿刺嘛，我有装破甲用，穿刺猛，然后就我没有那个、欸、可以那个就是穿刺跟什么，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我没有。啊，应该说穿刺的。功能伤害，狂暴，还像那狂暴啊，超级加速一样。我好像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放。哎、欸，干，好处怪怪的啊。加速，加速，行，加速都可以加。哇靠！所以接下来是第二场梦，好快哦！接下来就是看一下，哦不对，第二场梦我还没那个，这个对，哦，海王星结合点还没开，看一下哦。我有个零号病患，零号病患是拿什么？我来查一下。好。哦，场景。哎呦！那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那个。就是我的输入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变那个。哦，马西，哦，我不知道这怎么念哎。哎，哦，好鼠怪怪的啦。
这是哪一只啊？哎，他跟我说我显卡可以更新了。声音关掉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战甲可以干嘛。等一下，没有听声音，反正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上次不会有加成的伤害，强度会影响武器的倍数跟加成的伤害多寡。二技靶场，使用之后在战甲的身边会有一个光环在环绕，但这个时候接近敌人，敌人如果是拿枪械武器的话，武器会呈现故障的现象。但如果是属于哀族或是拿近战武器类型的敌人的话，会晕眩一阵子。简单来说就是使用之后靠近敌人。等一下，故障的动作也太猛了吧！那在使用的期间，伤害也会有加成。到这个光环就会转移给其他队友，强度会影响加成的伤害高低，时间会影响持续的时间，范围会影响晕眩敌人的范围大小。三技破碎护盾，这招可以反射敌人的伤害还有伤害的减免，反射伤害其实不高，所以是可以忽略的。那这招重点就是在伤害的减免，伤害大概是80%伤害的，那最高能提高到95%。简单来说就是放上一张满等的聚精会神就可以达到最高的伤害减免。那这招有个缺点，就是如果是拿近战武器的话，是不会有伤害减免的。这招还有个好处，就是遇到飞弹的话，是可以把飞弹弹回去的，可以避免被炸飞。那玩这招的话，也很适合玩近战武器，也就是近战武器放生命狩猎。这样的话 ，Mesa 也会是一只狠角色，强度会影响伤害的减免高低，时间会影响持续的时间。四季和平使者，使用者会召唤出剑杀的选项，这个时候按住滑鼠左键 ，Mesa 就会开枪。在范围内，敌人都会受到伤害。不过呢，在开枪的同时，画面会有个圆形慢慢缩小。一开始是几乎全范围的扫射，不过之后随着圆形慢慢缩小，你必须将这个圆形瞄准到敌人身上，那 Mesa 才会开枪。在修改之前的使用过程是没有那个圆形的，如果修改之后出现了，哪里有圆形啊？不管都解解看不？OBS 我切一下好了。